大家好，咁今日教一個咧好輕便嘅收肚腩嘅方法嚇。好啦，咁咧我哋瞓低啦，咁啊一張硬嘅石啦，硬嘅地板啦，你個石可以坐厚啲都冇所謂，軟淋淋都可以嘅，保護住脊柱。好啦，跟住咧個腳大概喺度90度啦，你可以咧多少少，就唔需要話去最辛苦直腳，少少曲腳，甚至去到90度。好啦，跟住咧盡量將呢個下腰。呢、这個窿窿撳住地下，肚仔收實，咁個頸咧就唔好咁樣緊張，我要放鬆離開椅子，下巴微微收入，收實肚仔正常呼吸，就喺度打交叉。咁最初可能大概30秒到，你會覺得個肚仔有用到力嘅，收實個肚。如果你覺得個肚咧好辛苦嘅，你唞一唞，大概可能做30秒到啦，第一次咁一 set 咁啊做幾次。咁個 tip 唔可以話痛啦，或者係啲腳啊膝頭哥痛啦。如果你膝頭哥痛嘅，你要做簡單啲或者做慢啲。但係直到你個肚有 feeling， 咁個時間咧就慢慢一路加上去，正常嘅呼吸。OK， 咁呢啲咧會慢慢咧將個肚咧收實嘅，尤其是對一啲腰痛啊或者係個腹好弱嘅同學仔咧，可以試下嘅。但留意啦，如果有啲咩問題嘅，要問翻你嘅醫生又或者有關嘅人員。OK， 多謝收睇，拜拜。